传闻说你正与他吵架，不见面了。传闻说你应留下共他所有合照，三分钟像一秒。你说心不再困，下分钟下一秒，你眼睛通红似发烧。为何每个礼拜消遣都总约定了？谁人歌唱那里自助餐都已订票。是开始又不对，对你所知道太少，是知己亦不对。你太好的人缘，知己哪会缺少？如果你习惯有备无患，只怕独过晚餐，才想到让我借用时间，借用月没法还。如果破掉灯泡，借烛光用一晚，是你是你大贪大贪，毕竟搞错我是哪种人，接吻就能合眼。就能合有雨没提掌声。